清清白白的，我能这么说他呀？芳芳，芳芳，芳芳，你偷人！高明，怎么样？他说什么了没有？他是妹妹说，他说我在外面偷人。好，那就好。好什么呀？娘，爹他们要走。耿明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误会了。祸兮！失去一切的感觉很疼吧？你赵世俊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应该爱上心慈，你不应该碰这个女人。我必须让你赵世俊永生不得安宁。只要跟你有联系的女人，心慈、秋林、文音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吗啡是我给你注射的，你上瘾以后开始吸鸦片。我知道你现在生不如死，今天我就帮忙，帮你早点上路。你完全错了，我没有吸鸦片，都是我演的。怎么样，我演戏不比你差吧？啊？原来是你这个畜生使的阴谋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你今天都得死！漏水！我刚才梦见我们家漏水，这是哪儿啊？你们是谁啊？求求你啊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！我不要你再离开我了！我要你永远在。大成，别！明，不能杀他！你应该还是有点价值，我把你送回沙河镇，一样可以得到我的信任，而且我可以换回心慈。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！
相信我，只有我可以救你儿子的命。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救我儿子？我告诉你李耿明，只有我可以救你儿子。两天如果不让我出去，你儿子一定会死。芳芳，我来陪你。你干什么？你振作一点啊！你别管我，你帮帮我吧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与芳芳葬在一起，你让我们过过幸福的生活好不好？正阳死你就死，正阳活你就活。我终于明白英雄和小人的区别，你和我的区别就是你要说话算话。我明天就去十八乡自首，只要我认了我是杀人凶手，连永昌就会没罪，你就不会背上劫走杀人犯的罪名。不行，正阳不能没有你，你要看着他长大。那你没出世的孩子他怎么办啊？你是不是想孩子出世之后连爹都没有？你这个坏人，不想让孩子知道有我这么个爹。你们想让孩子生下来就跟着你们姓赵，你们两个坏人，你们是坏人。石俊兄，有个问题我憋在心里很久，特别特别想问你。你明明已经有老婆了，偏要抢我的老婆。你明明已经有孩子了，你偏偏让我孩子跟着你姓赵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给我听好，我跟你的恩怨是我跟你的事情，不要扯到下一代，不要扯到我的女儿。今天让你也做一个选择，要么你把你旁边这个女人打死，要么你打死我。当然前提是我会和你女儿一块儿跳下去。不要逼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不要逼我。杀了我呀，石俊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石俊。